干，这是不是开玩笑？的书礼物，我的礼物。嗯哼，为什么我会有礼物？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两条。两条？真的不是开玩笑。好的。今天的影片是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。是一个好消息。这个是我们的小孩，真的小孩，不是老哥。对对对，这次不是传闻的，这次是确实的。今天的影片是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。原本这个消息是佳娜忍不住三个月前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，但是我们就是遵循古礼，还是满了三个月之后才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好消息。这个是我们的小孩，真的小孩，不是老哥。对对对，这次不是传闻的，这次是确实的。其实我很早就发现，我一直有都很奇怪的感觉。比方说我去学校，我就觉得我一直很累很累，很想睡觉。然后我的胸部很痛，但是这不是那个月经要来的痛，这个是完全没办法形容的痛。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痛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然后我就开玩笑跟他说，会不会我怀孕了？他说怎么可能，你没有怀孕。因为我们都是一直有遵循着这个他的 app 里面的计算法，发现我的月经大概四天后才要来，不是我的月经一直都没有来我才去看。没有没有，他说月经15号，我10号我已经去买一个 test， 我就看啊，有两条，而且那个另外一个条很不明显，很不明显。那个时候是疑似确诊，所以我们就去看医生，好紧张，说医生来看我怀孕了，医生完全没有找得到。是第二次去产检的时候才确定了有 baby， 而且我们第一次去，医生还说要等时间才可以知道。上一次在你的子宫里面啊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这一次这是你的子宫，中间有没有看到开始有一个黑黑的东西在里面？有，在这里。它现在还很小哦，我们可以去量它，它才0.5公分而已。所以这个呢，基本上就代表你上次发现真的太早，哎，你等了10天它才长下一点点，但是接下来会越长越快。还有一个，没有两个吗？一个。我们有两个。有点难。当然，有双胞胎家族史的人会比较容易怀双胞胎，但是我现在还是只看到一个，就他。不要太担心。对，就他。你不够努力而已。真的。我想问宝宝的感觉。我这个礼拜好像一直在做梦，好像一直在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还没有确定这件事情。打我一下。真的。你要当宝宝。目前呢，我们还不知道是男是女，但是是男是女，我们都会很爱他。佳娜比较喜欢是男生还是女？女生当然是女生。不是，我不要，对，我不要。他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，因为你小时候都是妹妹，我小时候都是我跟我哥哥跟我弟弟，我们是一个全部男生，他是全部女生的家庭。反正不知道，医生说还要等2个月才能知道的是谁。你现在有什么感觉？你要当爸爸？当爸爸的话，就是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都要再一次摸肚子一下，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做梦。没有什么肚子还看不到，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。
干，这是不是开玩笑？其实我已经大概两个礼拜一直觉得我的感觉很奇怪，我一直想睡觉。我去学校的时候，我一直感觉很累很累，去买鱼的时候一直有感觉想吐，然后我只想有没有可能我怀孕了。然后我昨天还跟祖兄开玩笑说，我说祖兄，我的月经要来是两天后，但是很奇怪，我一直很累，我一直要吐，要不要去买那个 test？ 他说没关系，你的月经来两天后就应该没什么问题。然后今天我觉得我应该要自己去买，他不在家的去工作，然后我去买这个 test， 我做了，我看到了有两条。其实我们真的有打算今年要开始做小孩，因为我们要生一个卵小孩，但是我没想到身体有自己的安排，其实我真的超紧张。我现在会第二次去做，因为我买了两个，但是祖兄现在在工作，他完全不知道他回来，他已经有新的身份。我的礼物、嗯、为什么我会有礼物？哇、哦、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两条。两条？真的不是开玩笑。让我的有混血的。上次就是他有不舒服，我们去看医生，十天前，然后那医生讲那时候还照不到，然后我们今天再去照，所以我们就这几天都一直很紧张，都没有跟爸爸讲，然后赶快去照，他讲确定有了，妈妈有看到。耶、yeah, 恭喜恭喜。哇，怎么感觉妈妈已经有第几个孙子？我太感动了。一二三四。太感动了。要跟佳娜讲话吗？要做妈妈跟爸爸。我有一个混血的宝宝。哇，一定很漂亮。我们一直在想要怎么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，最后我们找到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买了刮刮乐。这个刮刮乐呢是自制刮刮乐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讯息写在这边，然后把这个刮刮纸贴上去，然后你刮开之后就可以看到你写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明天要去给公司的人在网络搜寻怎么画 baby。 我现在要来画 baby， 首先先画一个圆，这是他的头，然后他有一小撮头发，觉得很开心。那这个是他的耳朵，然后 baby 的身体，他的屁股，他的脚，然后他的腿，他的肚子，还有他的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像不像一个 baby？ 如果你刮开刮刮乐看到这个，你会在想什么？这个不太像 baby。不太像。我们现在到了我们的经纪公司，我们在猜到底是谁会先猜到。我猜是 Ruby， 我觉得 Ruby 是第一个猜到。你猜是亮亮，应该不是 Maggie。 对，我也觉得 Maggie 应该会慢半拍。对，很好、啊啊、那我们现在要骗他们，我要拍关于刮刮乐的文化的影片，就给他们这些刮刮乐猜。你们先讲一下你们觉得谁会中。我猜是 Maggie。 Maggie 啊、哦、哎呀，他们都说是你。 Hello， 大家来，大家自己抽自己的一张。大家要不要我看最后一个？3、2、1。这个是看数字，这个就是一打开就是有没有的意思吗？有吗？是有人就是有吗？所以我没有，是不是？睡觉的没有，没有什么东西。为什么他的那么小一个？不是三个相同的金额才能得奖，在哪里有这个？所以就没有啊，大家都没有啊。你们要看这个图片猜这个是什么？对啊，图片不一样啊。图片是什么意思？他睡觉。哇，你俩猜到。他 baby 啊。我来看，这是一个宝宝。
蟹会吐吧？这是没有中吧？还是我们被整了？这个是一个包包，没错。哎呦，我的画画没有，我画画 OK。你们看得出来是？对。不错，反应不错。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消息。我们需要等更长的时间才会知道是男是女，是几个几周才会知道？他说20周。20周嘛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再等2个月。到时候呢，我们会有性别派对。性别派对，对。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有小孩，你们可以请留言跟我们分享。有小孩，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？要注意什么？要做什么？